李总，我一共欠你50万。陈总，我欠你80万。各位别急，钱我是肯定会还的。你不要耍什么花样，我今天就要。好好好，那你们等我去换个衣服。你们看，我这刚也……就在这换。好，就在这换。穿哪件好呢？老陈，别看了，中了100万美元计。糟了，将军！24岁负债千万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还钱！这个问题的答案能总结我1/5的人生。三爷，我们到了。你确定人在这儿？啊，我查到您要找的那个女人，可能是这家剧院的老板。你谁呀你？不好意思，能不能借我躲一下？上车。谢谢。人呢？那边车不停开，快走！别走了，出来！要不要帮你一把？糟了，来了，真的这惨！出来！好，借您用。看什么看？看！有机会来剧院找我，当面感谢。本市近日发生一起重大儿童绑架案。被绑架的儿童均为唐城知名人士的子女。帽子哥，咱们这是绑的可都是唐城有钱的人物，麦克白剧院老板的女儿，还有谢家，你说他们会不会想画个球啊？要玩就玩大的。罪名小，勒索，插死，插死，别插，再插。别哭了，今天我过生日都没哭。这个送给你当生日礼物吧。能不能借我躲一下？放开我！你们是谁啊？放开我！追！小菲菲，跑什么？聪哥，我又不会吃人。聪哥哥，别和我撒娇，快还钱！这卡里的钱您先拿着，剩下的我一定尽快还上。这卡里有多少？20万。你借我20万这么久，就真打算只还我20万？我要50万，剩下的算利息。我最近手头有点紧，你给我1个月，不，1个星期，我一定还。这次你确定？聪哥，这死丫头卡里只有2000块。什么？他妈耍我！
怎么会只有2000块呢？我明明带的是20万呀。聪哥，你让我现在回家去取，我马上给你。你也不用回家去取，我帮你想办。要不你今晚上陪我睡一觉，这利息我就不要了，怎么样？好啊。真懂事。但是我要100万。你算什么东西？100万？今天老子就要在这睡了，和我讲条件啊！啊！别动！不是你干什么？我最恨别人打我的脸，道歉。对不起。跪下。你嘴你。跪下。你满意了吧？不满意。现在才满意。这可真大，你动了我，你觉得你竟然走出去吗？我的人马上就来了，你完了。别动！住手！谁呀？谢三爷怎么来了？放下吧，有我在，没有人敢伤害你。唐朝谢家谢三爷，不知严小姐是谢三爷的女人。唐城第一大家少主谢之能找我有什么事？真是奇怪。谢三爷为什么要救我？难道他和我剧院债务的事件有关？看来只能先假装接近他了。三爷，原来你在这儿啊。严小姐今晚不会敲门吗？这不是特意过来，谢谢你。这个镯子，你到底是哪来的？三爷对这个镯子很感兴趣啊。没有，就随口问问。三爷果然是古董行家，真是好眼光。我这个镯子可是个大宝贝，像这样的宝贝我家还有很多，要不要我卖点给你啊？看来不是的。严小姐需要多少钱？你开个数便是。那我考虑考虑吧。他不会真看上这镯子了吧？这玩意儿又值不了几个钱。哎，三爷，这么一个破镯子难道比我有吸引力吗？你要再说它是破镯子，我让你回不去。三爷，别凶我。你还要摸多久？三爷，董事长让你现在就去。公司没又混子，哎，看来他对我并没有什么兴趣。那为什么他要帮我？我一定要查清楚。